是亚当。那今天啊，会教大家做一个二头弯举的动作，它主要做到我们的正面的肌肉。好，我需要一张椅子跟两瓶水瓶，双手啊帮我拿住水瓶，好，坐姿在椅子上方，好，保持反手的状态，保持挺胸，肚子核心收，还慢慢的往上举，举到不能再举为止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好，保持挺胸，核心收紧，还慢慢的往上的时候。吐气，回来的时候吸气，好，往上吐气，回来的时候吸气。好，今天教大家做二头弯举这个动作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。我是亚当，那我们下次见。